我是 Blue Girl。今天要聊的这个酒厂叫杜威摩盖特，不过在中国大家都简称它为杜威，确切的说它并不是一个酒厂，而是一个拥有全球12个品牌及10个酿酒厂的庞大精酿帝国。杜威摩盖特总部位于比利时，成立于1871年，你没听错，就是149年前。根据2019年美国啤酒协会的销量排名，杜威在7000多个美国酒厂中脱颖而出，排名第5。一个比利时公司为什么能在美国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精酿市场恰饭，还恰得如此成功？且听我娓娓道来。杜威的创始人是 Jean-Lino Moortgat， 以下简称一代摩盖特。当年整个比利时有大约3000多家大大小小酒厂，以当时人口数量，竞争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美国。但一代摩盖特先生自己研发了一款阿尔啤酒配方，偏偏深得人心，最终整个布鲁塞尔都要跑来买他的酒。顺风顺水几十年后，欧洲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酒厂运营已经由一代摩盖特两个儿子 Albert 和 Victor 接手。一般酒厂在此时只求太平低调做生意，而时任总酿酒师的 Albert 却从中看到一个商机。他发现由于受到美国士兵们的影响，越来越多比利时人开始转而喝酒精度及苦度偏高的英式啤酒，并将此视为一种时尚。然而酿造这种啤酒必须用到特殊的英式酵母，于是 Albert 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年的酵母搜寻之旅。和今时今日的精酿市场不同，酿酒师可以从专业酵母公司采购任何他想要的人工培育菌种，当年酵母却被许多酒厂视为祖传神秘配方且绝不外传。因此直到1918年，几乎踏遍整个英国的二代摩盖特先生才终于从一个苏格兰酒厂得到他梦寐以求的酵母，具体操作步骤不详。据说今时今日，杜威金瑟尔仍然使用当年那款珍贵的酵母菌种后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锅百年老卤，是不是更好理解一点？果然新酒一出就大受追捧，这次不仅是布鲁塞尔，整个比利时都愿意为他买单。二代摩盖特为他起名为 Victory Ale 胜利啤酒，庆祝1918年二战的终结。然而几年后，一个忠粉强烈建议酒厂将这款酒改名为 Duvel， 也就是荷兰语里魔鬼的意思，因为他认为这款酒酒精度极高，达到8.5度，却让人爱不释口，简直就是酒迷们的魔鬼啊！我怀疑他是不是李佳琦的前身。Anyways， 摩盖特接受了这个大胆的提议，于是 Duvel 杜威这个朗朗上口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最早接触杜威是被他一句著名的宣传语所吸引，翻译成中文大概意思就是嘘，魔鬼在休息。这句话其实指的是杜威特殊的90天低温发酵工艺，即使装入瓶中也在静静地进行二次发酵，以至于后来我每次打开一瓶杜威都免不了想象阿拉丁神灯中魔鬼飘出来的情景。除了啤酒，杜威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发明。早在1960年，摩盖特家族三代传人决定为自己引以为豪的这款啤酒打造一个特殊的酒杯。他们从葡萄酒杯中获得灵感，设计了一款改良版的郁金香大肚杯。这个杯子刚好容纳一瓶330毫升的杜威金瑟尔，上方留出3指高度，盛放绵密的奶白色气泡。这样不仅显得高雅美观，更能最大程度让啤酒散发特殊的果味芬芳。这个风气很快在啤酒圈流行开来，各种造型的酒杯也应运而生。如今几乎每个酒厂都有自己品牌的酒杯，越来越多的精酿粉丝也以收集自己喜爱的品牌杯为乐。上个世纪80年代，留洋归来的摩盖特三代们对国际市场跃跃欲试。做了一番调研之后，他们看好当时美国人对欧洲进口品牌的莫名好感，以及啤酒市场的发展势头，决定试水。与当地进口商 VND 达成战略合作后，将杜威推向美国市场。这一次，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了杜威这边，他们很快成为了美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欧洲啤酒品牌之一，且在金色二尔这个风格分类中常年排名第一。在短短不到20年后的1997年，杜威已经有能力与进口商开设自己的第一间美国酒厂 Omega， 并于6年后买下了合作伙伴的股份，掌握了酒厂100%的控制权。目前杜威摩盖特集团的掌门人位子已经交到了第四代传人 Michel Moortgat 手上。以上我们简单梳理一下这个百年家族公司的发展史，接下来就要好好交代他们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战略，以及如何一步步将一个欧洲小镇啤酒打造成跨越60个国家的精酿帝国。成功秘诀只有一个词，整合。如果说97年的 Omega 收购交易略显平静，那杜威的下一次出手十足撼动了整个精酿界。2013年，他们以超过1亿美元价格收购了位于密苏里的 Boulevard 酒厂，迄今为止都是公开数据的美国史上最大的精酿收购案。听到 Boulevard 这个名字，或许大家有些陌生，但他们的一款 Tank 7就在精酿圈几乎无人不晓。这是一款比利时农场风格的啤酒，有浓郁的果味、胡椒香气和8.5%的酒精度。听着是不是耳熟？没错，这和杜威自己的金色二尔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不要以为杜威看中的只是这种一脉相承的酿造理念。被收购之前， Boulevard 已经是美国中西部知名酒厂，再加上密苏里更是稳坐精酿销量冠军，业绩仅次于百威英博。如果说这桩收购案让杜威第一次以金主的角色进入美国民众的视野，那2015年他让美国人彻底明白了这个欧洲品牌打造美国精酿版图的决心。这一次杜威出手买下了位于加州的 Firestone Walker 酒厂，整个交易从谈判到签订只用了短短8周时间。与 Boulevard 不同，成立1996年的 Firestone Walker 以酿造创意风格的啤酒出名，是新生代加州啤酒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由于当时产能受限，
酒厂 90% 的销量局限于加州，杜威的加入刚好打破这一僵局。有足够资金扩建后，酒厂用一部分空间置于打造各种项目桶陈酿的啤酒，一举赢得了全球精酿极客的心。然而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这桩交易的具体金额，据业内人士透露至少$3亿以上，果然好货不便宜。自此杜威在东岸、西岸以及中部各自拥有了一家100%控股的酒厂，版图格局清晰明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三家酒厂在酿酒、国内销售以及品牌打造上依旧各自为政，大部分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他们属于同一个集团。那整合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首先，采购整合，提高议价能力，这一点很好理解了。精酿原材料成本远远高于普通商酿啤酒，尤其像啤酒花这种看天吃物的关键农作物，每年最好的批次是要各大酒厂争相竞标的。不难想象，在杜威集团的运作下，这些酒厂难题可以迎刃而解。其次，时间成本整合。在啤酒圈有个公认的秘密，最好的酿酒师不是酿出最美味的啤酒，而是最会安排酿造日程的那个。这是普通人难以体会的复杂流程，闲置与过流都会导致大笔成本流失。在 Firestone Walker 酒厂扩建时，将过桶陈酿的项目临时搬到了 Boulevard。Boulevard 也利用 Firestone Walker 的灌装线推出了他们的第一批易拉罐啤酒。从这些事件上，我们都可以一窥酒厂间的紧密互动。三、市场资源共享。这一点杜威做的最低调，但在我看来也最关键。尽管 Firestone Walker 直言不讳的创始人之一 David Walker 经常在媒体上宣称酒厂至今以及将来都不会共享杜威的经销商渠道，但事实上在集团的引荐下，他们的酒已经走出加州，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在中国，杜威的天猫旗舰店跟常年销售 Boulevard、Firestone Walker 及旗下的一众欧洲品牌的啤酒，甚至一向口碑平平的 Omegan 也竟然拿下 HBO 大火的美剧《权力的游戏》的版权，每年光这一系列就名利双收。总之，在拥有国际视野的杜威家族第四代掌门人米歇尔·莫盖特领导的20年里，靠产品线的不断扩展，全球营业额和员工数量双双翻了20倍，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精酿集团。既然是全球战略，自然少不了中国。根据 China Daily 2015年的报道，中国是亚洲比利时啤酒销量最大的国家，最受欢迎的品牌有 Stella、Leff、Hoegaarden 和 Duvel。除了杜威，其他三个品牌都隶属于百威英博旗下。而据杜威官方数据，2007年进入中国后，从一名销售人员发展到如今在12个城市80多名员工。虽然不愿意透露具体销售数字，但我们已经很难在一个精酿场所看不到杜威旗下的啤酒了。我个人感受是，杜威中国拥有一支低调却执行力相当高的团队。据说当年杜威的销售会亲自骑着3轮车送货到酒吧和餐厅，精酿圈大大小小的新店及品牌活动也都能看到杜威团队的身影，而他们却鲜少出现在公众面前。连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杜威中国的总经理是一名讲着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国人。当然，杜威也不是没有做过与消费者互动的尝试。2015年，上海愚园路街角开了一间小到不起眼的精酿酒吧 District， 其幕后老板正是杜威。虽然酒吧生意不错，但2017年因不明原因结业了。去年采访 CEO 米歇尔时，我问他是否会再做类似的尝试，他含糊其辞地说也许会和一个本地品牌合作开一家店专门供应中国啤酒，但一切都还不在计划中。另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是，杜威入驻中国竟无间盘活了旗下一个沉寂了50年的品牌 Vedette。 Vedette 是法语里星星的意思，却因为一款酒标上的北极熊被中国酒友冠称为白熊啤酒。它是一款清新果味的比利时小麦啤酒，体呈天然乳白雾状，正是老一辈口中的白啤无疑了。这种酒最适合搭配油腻辛辣的美食，酒精度也低，对我们的中国胃甚是友好。不过白熊真正出名还要源于一次经典的市场活动，当年他号召粉丝上传自己的照片，并选择一部分随机印在酒标上。可以想象看到自己或亲友的照片出现在酒标上是何等惊喜。我记得这个 campaign 的第二年，可口可乐就推出了昵称馆，在包装上印一些菜市场名，不知道是否从 Vedette 得到灵感。正如我视频开头为大家展示的，只是在中国可以喝到的杜威旗下啤酒的一小部分，这个集团已在市场上牢牢扎根，无论你是精酿小白或是极客，可能都已被其收入囊中而不自知。杜威曾在1999年至2012年间短暂上市，但很快就回归家族私有制。也许一个真正由酿酒起家的百年家族企业，才能了解 private 对精酿的意义。杜威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示，无论体量多大，自己还是想做小而美的精酿。而他也用事实向精酿圈证明，赚钱和保持初心是不矛盾的。引用其美国 CEO 的一句话作为结语：我们想做金字塔顶那颗瑰宝，不用多大，却最灿烂。好了，杜威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精酿八卦多，希望你也早日见怪不怪。我们下次见。